城主，打探清楚了，三少爷昨天就去了天宫山寻找茶园，只是听闻天宫山的茶园被妖兽霸占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 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？景哥不担心哪吒闯祸了？哼，城主的儿子总是要有些担当的。真是的，明明心里为儿子骄傲得很呢。最近一段时间，陈塘关的商队越来越少了，也不知是什么缘由。 如果真能振兴博茶，是城市重新繁荣，冒点险也值得。就是你制出的制唇，这茶吗？神奇，真神奇！哥，茶应该不会是脑子刚刚被打坏了吧？哪吒胡乱搞出的茶，有这么好喝吗？ 虽说味道还可以，可这茶叶的香气，回甘都还算不上是佳品。你懂什么？这茶还原了大自然最质朴的味道，美妙无穷。哪吒，你可愿意随我制出绝世灵茶呢？绝世灵茶，绝世灵茶能重振多少茶叶铺的名气吗？振兴茶叶铺。 这绝世灵茶可是千金难求的宝贝，若能制出，我说是个小小的茶叶铺，就是你们陈塘关都能衣食无忧。好，都给我起来！烟火还没醒，他施展秘术嘛。 消耗比较大，就算喝了茶灵千杯的灵茶养生，也得休息几天。唉，真是羡慕佃户，都不用早起呢。全都打起精神来，茶叶马上就要醒了。茶灵千杯，茶叶也会睡觉吗？当然，所谓茶艺有灵，不同的光照和雨露程度。 茶叶的状态也完全不同。是，就是你了，杨梅，接着。交给我吧。干得好，哪吒！哎，不对，不对，瞎摘什么呢？要摘取全形之茶。哪吒，要连着茎一起摘取。看我的。 前辈，看，芽叶茎全了。哎，真是浪费了这古茶。风，光，选择茶叶必须谨慎。太阳初升之时，纯阳之气喷薄，万物复苏。采茶之时，以茶精壮，叶片肥，茶芽嫩为最佳，两相结合，可谓是茶中珍品。 这才有资格制成绝世灵茶，而这样的茶芽转瞬即逝，就算老夫我亲自采集，也是……我的话还没说完。前辈，你看看这个行吗？这即使是我。
第一次采到这样的茶叶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。前辈，这里还有。两片，这是何等敏锐的感知力呀、啊！天才呀、啊，天才！前辈，现在我要开始喽！在那里，那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！前辈，他们好像就在我身旁长大一样。这么多极品茶叶，真是意外之喜。我们进入下一步吧。准备好喽！干得好！好的，我再来加把火。三昧真火，这娃娃真是天助我也！哪吒，我来，交给我吧。要开始了，还不够，我也来加把火。哪吒，老夫这百余年才收集来的太阳之镜，你可不要糟蹋了。哪吒，怎么会这样？哪吒不是水火不侵之体吗？世上无不破之法，更无不破之体。若非天赋异禀，怕是早就化为虚无了。茶陵前辈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哪吒，你的肉体早就被三昧真火淬炼过，收敛心神，身心合一，痛苦自消。就是现在。不好，太着急了。哪吒的身体，疼疼疼疼！守住心神，再来！来了！前辈，哪吒已入无我之境，听不到的。无我之境，起！什么人？三足乌，你不待在扶桑树上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三足乌，它不是祥瑞之鸟吗？茶陵老头，没想到你居然躲到这么偏远之地，难怪天妖久久寻不到你呢。天妖？没错，良禽择木而栖。如今天妖大人看上了你的灵茶之法，我劝你还是识相些，跟我走吧。凭什么跟你走啊？没想到我们崇拜的三足乌居然如此不堪，小心我罢过你的毛。没错，什么狗屁天妖，我们可不怕，是吧，前辈？大胆！妖妹，快躲开！娃娃身手还不错嘛，你们以为能与本尊斗？你们快捂住耳朵躲起来！可恶，绝世灵茶明明近在眼前了！束手就擒吧！干得好，卡林前辈！你竟敢毁我羽毛！我不是故意的。等等，我的茶！少废话，跟我走！不行。你又毁我羽毛！我说是手自己动了，你信吗？老家伙，你完了！